在左，因果转不空，善恶本无门，祸福在心中。佛云，真心忏悔永不再造，即可消业。吕波在大悲古寺经过一年的修行，发生了判若两人的巨大变化，让人赞叹不已。本次法会上，吕波表现出扬眉吐气、趾高气扬、春风得意的神色。去年法会上，吕波不敢抬头，怕曝光，怕报案，阿弥陀佛不会念，而今则挺腰立背面对众人，仍用浓浓的河南话介绍了自己一年来的修行成果，并展示了自己现在所写的三首诗。第一首给大悲古寺写的：古寺坐在琉璃地，法音响彻虚空界，究竟圆满恩如山，天上人间光四射。第二首给自己写的：甘露滴滴浓，念佛声声韵，西方垂接引，我愿归去来。第三首给谭林长写的：水旱清作艳阳天，天地之间可载客，悲心如涛奉尘刹，送舟运水暖人心。现在再提前领略一下吕波往生前对李桂英所说的一些离别的话。李桂英菩萨，我走之前向你忏悔，我杀了你姑娘是不对的，但咱们都是前世的姻缘，你答应我就忘了吧，一笔勾销吧，咱们是清净法缘，同修道友好吗？李桂英高兴地回答：好好。今天作为灵魂的吕波所写出的诗词，对李桂英能做出如此高姿态高境界，多么明理生动的表达，不能不使看到此录像的世人从内心发出赞扬激动。吕波一年间不可思议的修行成绩，吕波已具备了信愿行三资粮条件，通过超度已得到了往生。一年前吕波附体超度时状：在世杀人偷盗犯，死后神识死要脸，不敢抬头见人面，惧怕众人去报案，不是为了追美女，就是没有路费钱，学会整人自得意，咋去西方见佛面。醍醐灌顶即往生，佛中震天一声响，派进吕波到地藏，醍醐灌顶尽处理，脱胎换骨不等闲，天兵天将紧奏打，催促快快消业障，放下屠刀真忏悔，佛陀慈悲给机会，吕波醒悟发誓言，定要离苦到彼岸，猛学苦练靠自拼，修得成果叠叠装，佛言法语一串串，出口成诗一篇篇，以身试法给人看，看看一年怎么变，判若两人天地翻，警示世人你太慢，知恩报恩谢不完，情意绵绵在佛前，佛力加持不可思，神奇效应不可忘，古寺宝地众生响，吕波受益得往生。阴天盼天晴，天晴日月明，乌云越过河，星光涌浪明，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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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尼巴弥吽，阿玛尼巴弥吽，阿玛尼巴弥吽，阿玛尼巴弥吽。咋就叫我来佛满众生缘？正好孟小鱼过来我就过来了，正好我也瞅着机会就来了。我不是随便就想来的，我不是那么随便的，我就是想澄清事实，然后吧就这个机会吧，我往生一身是法给大众看。你想说啥呀？我想说哈，我去年吧，我跟你说句实在话，我去年刚死四天吧，就忽忽悠悠来。刚死四天。四天。刚死十天就来了。忽忽悠悠的来了吧啊，也是姻缘吧。我那时候吧是纵阴神，纵阴神吧迷迷糊糊的。我吧本是老家是云南曲靖张家故人，在河南许昌长大。但是我吧把地址说错了，我说我是河南曲靖人。当时吧因为我没啥文化，这两个地址吧我都去过，当时一说吧我就没对好入座，就是这么稀里糊涂的就应了。我当时是着急，然后吧我就寻思来了吧咱就好好的说，要不就啥也别说。其实我不想来的。你是云南曲靖的？我老家是云南曲靖张家古人。张家古。我从小的老家，我三岁啊，我到河南许昌和我家人到河南许昌，河南许昌长大的。河南许昌啊。我当时真是重阴神，我啥也哈迷迷糊糊的。你在河南许昌长大的呗？我吧是杀人犯，我给他女儿杀了。我在这儿吧，你去。给谁女儿杀的？田冬梅是我杀的，我是绿果，我把李桂英的姑娘田冬梅杀了。杀完之后吧，你去年给我念往生，我吧有这个姻缘，但是没有那么大的福报，我没奏成在地藏殿听经问法，我吧受尽了磨难这一年。我吧今天就想让大家看看我去年六月和今年这一年之内在大悲古寺修行的不可思议的神奇的力量。神奇力量。对，就是想告诉大家我在这一年之内是咋修行的，让大家好好的修行，不要哈辜负一切菩萨的心。我问你啊，你父亲叫啥名啊？我父亲叫吕炳。吕炳。我母亲姓傅，傅玉芳。傅玉芳，叫傅玉芳啊。我跟你说实话哈，我其实在这一年之内哈，我万缘都放下了，无依无靠，我啥也不想想。本来我出来我很不情愿，我不愿意出来，我不想再涉及以前的那些事情哈，我就想好好的念佛。但是李桂英哈好好的求佛菩萨，佛菩萨就让我哈好好的把这事圆满，不然的话，这事不圆满的话会给大众哈留下遗憾。我问你啊，就是上次你来找那个田冬梅，到现在你干什么了？搁那边？我一直在地藏殿，在地藏殿受苦。那受苦？我吧，本身是我有业障在身，有业吧，未有业随身。别看你给我助念，我在大悲故事就想说，你有业障，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照样也不清净，就是这个意思。我在哪里吧哈，每天有很多的天兵天将哈，我不求往生，佛菩萨派很多天兵天将来揍我，很多冤亲债主来打我，让我劈开又斩哈，让我求往生，我下死心我求往生，不然我不会的。到地藏殿里还是打你啊？
因为我有业障，我的定业很深。但是你的业力挡不挡对吧？谁挡你？就是我的业力很深，不然我开法会就走了。就是因为哈开法会，我想走吧，他正好孟小玉来了，我就就这个机会吧，我就过来了。等你十九天，我跟你说，十九天吧，我就和蹲监狱是一样的。不自在啊？我不自在，但是我吧，自从给你写完那封信哈，我彻底成为大自在之人了。为啥？因为我真正发善心了，感动了佛菩萨。因为我那天给你写那信吧，我看来了很多四川汶川的众生、北川的众生哈，我看很多很多的，所以我的眼泪我都流出来。我没想到吧哈，我心哈，我来吧，就是简单说说我地址，说完我就走。我没想到谭林长有这么大的味蕾哈，能吸引这么多的众生来。我就想哈，你们既然这么苦，那么我就不着急，那就让谭林长顾全大局吧哈。把方便留给大众，让他们好好的往生。我苦点累点都无所谓了，那我就一直等到今天，我坚持不住了。真的有众生来了吗？四川的来了很多，四川、汶川。那天我挡着，不然他就附孟小鱼身体。我没让他们附，我说咱们哈都是同修，好好的哈。被附他很可怜，这几天被我折磨的哈。打针，吃药哈，不吃饭，不上厕所哈。大家同情同情。你们去找白秀文吧。真能说呀？他说的，李伯仁说的，这是他跟你说这话，他没跟我说。你能看见你知道，那众生四川那众生都来了。我不敢打妄语，谭林长，我怎么能敢打妄语呢？四川、汶川、北川县都来了，他们哈，他们有家里供佛供贤的，但是我跟你说哈，他们跟我说吧，这是他们，也是他们的业报。他们把那个地方的人心很坏，重男轻女，把孩子吧，女孩生下来哈，都抛出去不要了哈，还有的给货卖掉哈，很残忍的哈，所以这是他们的报应。而且女孩长大之后吧哈，哎呦，我不瞒你说哈，这是要让世界人知道哈，这是一种业缘的报应哈。他们把女孩养大之后，让女孩出去卖身。同学们哈，今天咱们都是有缘，我今天我就要走了，希望你们大家好好的珍惜这个福报。你们看哈，这个外国都有战争，每天人心哈那么慌乱哈，恐惧，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你看南方吧，地震、天灾、火灾，啥难都有。我们北方哈还算挺好的，还算是风调雨顺，咱们好好的修行。何况你们又在海城大悲故事哈，又你知道你们每天接触的人是谁吗？你们每天接触的是天上下来的诸上善人啊。他们都是佛菩萨实现，以不同的身度不同的人来度化你们，你们一定要听话呀。而且你们住的，你们定的地方是有晴天，你们住的是六雷宝地呀。什么？六雷宝地呀、金光四射，六雷爆地，你们喝的是甘露水，何况你们哈能和谭林长在一起？谭林长是我们六道众生的顶梁柱啊！真的，别忽悠我啊！谭林长，你真的是？我不是，我不是，是我们的顶梁柱。鉴定会是我们的顶梁柱，听到没有？而且哈，同学们，希望咱们好好修哈。四川都这么大的地震，咱们应该有教训哈，应该哈好好的修行。人死呢，就是在
认识哈，就是在一念之间，一刹那之间哈，无影无踪，啥观念都不要有。你们就是好一句佛号念到底，行吗？阿弥陀佛。我再告诉你们一件事哈，我本来不应该随便说，但是我是真心可怜你们哈，我是想说，我也是看在他那张慈悲心的面子上，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好好修行，还要有天灾，还要有地震。这一次地震就是要从咱们北方黑龙江一带袭击过来，希望你们哈一定要好好修行。不一定在什么地方就要有地震天灾，但是不管在啥地方有天灾地震吧，海城是不会有，至少大悲不死不会有。为啥呢？他那张是我们的啊，是我们的。不，这句话我们就要说哈，太林掌是我们的镇山宝塔，你们都要来大悲故事多难啊！你都来参加这躲地震干嘛呀？不行，太林掌，我说这些话吧哈，都是有安排的，你不能不录。我今天来说的每一句话哈，都是真心实意，没有大妄语的。你不要摆手，你不要摆手。看到白手了，你真的是胡说八道呢！别再说了啊，跟他说已经出事了。你看林长哈，你太谦虚了。我没想到我吕伯哈还有这么大的福报能到大悲故子，我只以为我只是个杀人犯而已。我没想到每个人每一个众生哈都有佛性，没想到我最终在大悲故子解脱，我真的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我感谢太林长，感谢一切这几天照顾我的佛菩萨，我谢谢你们。阿弥陀佛。请求你们，我今天想走哈，希望你们用真诚心帮助我，我也希望你们帮助众生照顾好太林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照顾好自己，你还照顾我。太林长，我临走前呢还有几个小时，你能给我答应一下吗？有一几件小事你能帮我答应一下吗？能说吗？我初一那一天跟孟小鱼哈在六同厨哈，是叫六同厨吧？六同厨发型哈，有很多巨石要听探令长的四首歌哈，都有，然后吧都说没有，他们都失望的哈，很不是生气，我无法形容，很失望。探令长你快点制作出来行吗？行，你快一点。还有你前天开法会之后你唱的那首歌最后一首歌阿弥陀佛深金色，那歌不能唱呀。谭林长求求你了，你就答应俺们众生，你当个事儿办吧。行。还有一件事哈，哎呀我慢慢说，累了。慢慢说。你慢累了。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释迦牟尼佛传哈，很多居士哈来了之后也要看，都要看来了没有，来了没有。你签本没呢？没有了，早没有了，两个法会就没有了，一个人拿三四本回家看了吧，人们哈都是催然泪下哈，都流泪了。所以能不能再大量的发行发行啊？还有一件事哈。说吧。那个，司机呀，开车哈，开车的司机哈，要什么佛菩萨的阿弥陀佛的他们说他们要那个然后给乘客看，乘客看了之后就能把阿弥陀佛深深地印在阿赖耶识里。
行吗，探局长？行。嗯，李桂英哈，李桂英居士，你我走之前吧，我向你忏悔，我杀你姑娘是不对，但是咱们吧都是前世的姻缘，你答应我就忘掉吧哈，你比够小，咱们是亲近法缘，同修道友，好吗？好。你答应我一件事，为了对佛菩萨和探局长的感谢和一切居士的感谢，咱们也做两个锦旗。行。咱不要那行，要他干嘛呀？我不想，我不想，我词儿都想好了，挺好听的。还要锦旗呢？我不的，我不的，你这是众生的，众生的心愿，众生就贵的心愿，你为啥不答应呢？要是你写什么时候听听？我词儿写可好了，我写可好了，我做了三首嘞。嗯，听听我听听。第一首哈是哈，故死坐在六雷堤。啊，发银相扯虚空结，究竟圆满恩如山，天上人间光似舍。你听懂没？听懂了。你听懂没？再读一遍。古诗住在琉璃地。发银相扯虚空结。发银相扯虚空结。究竟圆满恩如山。究竟圆满恩如山，天上人间光似舍。天上人间光似舍。啊，还有一首哈，是我给自己做的。啊，给自己做一首。我的心愿啊哈，甘露甘露滴滴浓，念佛声声润。西方吹戒音，我愿归去来。这是我的大愿哈，还最后一首是献给探领长探凤桃的，里面有凤桃俩字儿哈，我都想好了哈，我是真诚贤，你们别笑，俺们贵都比你们人秀的好，你们还笑，你们忏悔吧，你们。谁又来招引我们人？我念了哈，你听哈，我念了哈。岁寒庆祝艳阳天，这是献给你的哈。岁寒庆祝艳阳天，岁寒庆祝艳阳天。听没听懂？岁寒庆祝艳阳天。岁寒。岁寒庆祝艳阳。庆祝。艳阳天。艳阳天。说您的心吧，像水一样的，又像阳光一样的温暖。清净温暖。天地之间可载可，您的天，您的心吧哈，天地之间都能容。背心入桃凤尘沙，探凤桃。背心入桃凤尘沙，手中蕴水暖人心。没听懂啥意思，后边是。手中蕴水暖人心。宋州船，小船费的啊，宋州小船，宋州运水暖人心。我这是真诚心做的事哈，挺厉害哈，我还行吧。我这是对探领长的最真诚的心。听懂了没有？没听懂，那还是要懂吧。你写一遍吧，挺好的。你写吧，好不好？写一遍。我写啊。你把这三首诗都写了。我不会写，我不，你早点写，我。没念过书。我不是我就写字儿，我别扭。没事，没别扭，就写吧。你慢慢写。我念。你要哪一首？你要哪三首？你三首都要吧？你前面也不太行。那两首孟小玉我写了，在他那房里。还有一首，你是给你的哈。岁寒岁里的岁，汉阳的汉哈，岁寒。水寒，寒阳的寒，你们都没文化，没文化。水，我没念过书，我都会。水寒庆祝，庆祝，庆祝艳阳天。哪个祝呀？祝庆祝的祝。水寒庆祝艳阳天。天地之间可载可。天地之间。可载可，
可宰呀，宰可宰客呀，啊，客人的客，这不都是客人吗？我不也是客人吗？背心入桃奉陈沙，背心入桃奉陈沙。宋州运水暖银心，宋州运水暖银心，云水运水银不是音乐的音加一个运水呀，嗯，水呀，运水暖银心。暖银心，暖银心，暖银心，这儿对不？他不认字儿。我认字儿，我认我。你看文章写的字儿都对不？我看你。那是汉阳的汉，汉阳的汉。俺们贵比你们都，俺们命里可快了。你们有人体吧？不好好珍惜。哎，对，岁寒庆祝，不拿这个祝，是那个祝，就那个桌子的祝去掉，去。这是俺们献给令长的哈。对，俺们这儿的。对，哎对。天地之间。哎对，可宰客。哎对。悲心如桃共成唱，宋州运水。暖银心，不能辜负俺们的心，令长，这是我代表，标准定挺高啊，我代表众生的一片心，这个是不光是我一人写的啊，还有很多众生，帮着参考。大家好，不要研究。令长，还有一件事哈，是不是我说的哈？是护法呀，菩萨哈，就让我借口说一句话哈。说吧。往生了哈，就是咱们往生了住年的地方能搞好卫生。就这一件事哈，就这一件事啊，还有李桂英，你别忘了把近期做好哈，谭林长哈，你多吃点东西哈，俺们看你有时候很疲劳哈，你多吃点东西。还行。俺们托人给你带点东西，你收下行不？托谁的？托林桂英给你带点东西。行了，别在这后门了。不是，你收下吧，我就走。你也不收下，我走不了，我有心没了，心愿没了。你有那个小人，是不是这个？这哪儿？这不是，我没回家。啊，你别给我画圆去了，行不行？不是画圆，不是画圆，造的是，不是画圆。我告诉你哈，谭林长，俺们看你吧，有时候很疲劳，俺们就让你喝点叫啥西洋参，俺们叫你喝点西洋参，钻堂疲劳的。俺们对你多好呀，你对俺们怎么好？俺们对你就好这么一点，难道不可以吗？可以。你真辜负俺们的心。好像是买那个巧克力。谁吃巧克力？你给你捏，你给我捏。经理咬着我吗？你这正是没说话，那小块儿。不是。哎呀，就讲修行的事儿，就讲吃喝的啊，那个事儿，就没有多少用。教你怎么平定文法破迷开悟的，想往西方走解脱路的。我们每天哈都和你们一起听哈世山夜道经，我们都听哈净空法师的爹净空法师一而再再而三的叫你们哈提起佛号，好好的念佛。我们每天都在听，净空法师说了，你们不好好修哈，连跪都不如。经常这样说，所以你们就好好做吧。众生都在看着你们，你们也是我们。我在这一年之内哈，我造了无数的罪，虽然你们没有看到，但是你看看我一年前的啥样，再看看我一年后的这个样子哈，就已经证明大悲故事的不可思议的力量。
活菩萨的不可思议的力量。至亲你们哈，咱们都一起好好痛修往生西方，就是这一个心愿。阿弥陀佛。这地址我都说清楚了，就是云南曲靖张家故人，这是我的老家。我3岁之后我就到河南许昌打工，这是我在河南许昌长大的地址。我老家我是云南人，云南曲靖张家谷，这是我确切地址。我1年前我确实是属虎，我毕竟没有读过多少书，我把云南曲靖和河南许昌混着，我不敢大妄语，我是真心的。那给大家说你是死在那个地方的。你死在什么地方？我是死在云南。你死在云南呢？我是死在云南。不是死在河南吗？回云南死的。我给他女儿杀过之后，我去佳木斯一带打工，然后不行，因为我背负着人民债，我的心总是不安。干啥？我这个人以前很细心，做木匠，很细心，瓦匠、木匠我都会做。可是我那时撒完人之后，我逃到黑龙江一带，我啥也做不下去。做一点东西吧，总是不用心，所以我总是背负着人民债，我总是不可处理，我的心很难受。后来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我走到我的姓张的那个叫张本生大哥家。我在他家多难，我大哥知道我的事，不敢理我。大哥给我10000块钱，让我走，让我到南方去，躲一躲。大哥说了，我不敢管你，我本身吧，也是有经济上的纠纷，不敢管你，我怕连累到我。那10000块钱走吧，兄弟，哥帮不了你，对不起了。我后来我想一想，我确实想不开。现在你都把人放下了，都明白了。我明白了。那天雷鬼营居士还问我，那死了之后为啥身份证都是啥地址呀，又问我一遍。我当时吧，死了之后我哥赵的人托的法医给我检查尸体，因为我那个哥是做生意，他有很多的经济上的官司和纠纷，不敢涉及很多，最后给我开了死亡证明，给我火化了。很简单，我的身世很简单，我的几个妹妹弟弟都去南方打工，跟我都没有啥往来，他们过得也不咋好，和他们没有啥感情，自己都是管自己。所以说谁也不管，我现在无依无靠。现在我明白，都是前世的一切业缘干扰的。我现在要洗心革面，不能好好做人，那么咱们就好好的忏悔。忏悔吗？我们一起，大家一起给你重念啊，好不好？谢谢阿弥陀佛。你不想求生吗？拜佛啊，求生西方的，给外人放下啊，拜佛拜佛，快拜佛，阿弥陀佛啊。我出来说明白，大家心里都圆圆满满的，要不然心里总是都有一个疙瘩。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往生西方，下四心。弟子我等，弟子我等，今在佛前，今在佛前，向我累生累世，向我累生累世，错杀误杀，错杀误杀，错杀所害，错杀所害，错
所食，所食故意杀害一切众生，故意杀害了一切众生，累生累世堕胎婴儿，累生累世堕胎婴儿，累生累世因生口意，累生累世因生口意，造无量罪业，造无量罪业，伤害了一切众生，伤害了一切众生，障碍了一切众生，障碍了一切众生，求忏悔，求忏悔，累生累世修行，累生累世修行，障碍了一切众生，障碍了一切众生，向他们求忏悔，向他们求忏悔，并在法界有缘众生，并在法界有缘众生，求忏悔，求忏悔，唯愿南无阿弥陀佛，唯愿南无阿弥陀佛，慈悲加持，慈悲加持，令诸等众生，令诸等众生，消除无始劫的罪障，消除无始劫的罪障，一心皈依阿弥陀佛，一心皈依阿弥陀佛，舍此报缘，舍此报缘，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弟子我等，弟子我等，虔诚求忏悔，虔诚求忏悔，弟子我等，弟子我等，往昔所造诸恶业，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与意之所生，从身与意之所生，今在佛前求忏悔，今在佛前求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与意之所生，从身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一切罪障皆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与意之所生，从身与意之所生，一切罪根皆忏悔，一切罪根皆忏悔，罪从心起将心忏，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若灭时罪亦亡，心亡罪灭两俱空，心亡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是则名为真忏悔，罪从心起将心忏，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若灭时罪亦亡，心亡罪灭两俱空，心亡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是则名为真忏悔，罪从心起将心忏，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若灭时罪亦亡，心亡罪灭两俱空，心亡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是则名为真忏悔，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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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我等，弟子我等，待与我有缘的一切众生，待与我有缘的一切众生，虔诚发愿，虔诚发愿，从今乃至成佛，从今乃至成佛，称佛为师，称佛为师，称法为师，称法为师，称生为师，称生为师，法名妙音，法名妙音，弟子妙音，弟子妙音，一心皈依，一心皈依，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大慈大悲，接引导师，接引导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弟子妙音，弟子妙音，一心皈依，一心皈依，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大慈大悲，接引导师，接引导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弟子妙音，弟子妙音，一心皈依，一心皈依，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大慈大悲，接引导师，接引导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弟子我等，弟子我等，在法界有缘众生，在法界有缘众生，一心奉请，一心奉请，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大慈大悲，
接引导师，接引导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音世字，观音世字，清净海众，清净海众，诸大菩萨，诸大菩萨，光临道场，光临道场，慈悲接引，慈悲接引，弟子我等，弟子我等，代与我有缘的一切众生，代与我有缘的一切众生，法界有缘众生，法界有缘的众生，虔诚发愿，虔诚发愿，此时就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此时就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祈求大慈大悲，祈求大慈大悲，接引导师，接引导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音世字，观音。清净海众，清净海众，诸大菩萨，诸大菩萨，光临道场，光临道场，放光接引，放光接引，令与我有缘的一切众生，令与我有缘的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花开见佛，永不轮回，永不轮回，成佛后回入娑婆，成佛后回入娑婆。度尽众生，度尽众生，那世界。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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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佛功德殊胜行，念佛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阿弥陀。起来吧，李波。起来，起来，大家都起来吧。给大家说明白怎么回事，让大家还寻思你搞糊涂面儿呢。我还有那本事。嗯。我还有那本事。不是，众生都找你干嘛？我也纳闷啊。我也不知道，我去年来大悲国寺之后。然后就你以前在家有他们也找过你吧？我在家附体，但是不是这么严重，嗯，就是也是有病，但是老是有病，伴也上不了，然后也不能结婚，然后我就跟佛菩萨说，我说佛菩萨，你看我这个样，你看我这身体都这样式了，你看我能为众生做什么，你就随便吧，我就这么说的。然后来大悲古寺就是观音殿，我就这么说的。说完之后了，我也没想到，就是总是这么附体，我没想到。然后我和阿礼仪吧，我俩也不认识，住在一个屋。然后他姑娘死，他姑娘就扶我身体，完接二连三就是他家这些人。嗯。我就是不能和别人接触，就一接触吧，如果要是有缘的话，然后就是说，就是他俩愿意在如意山屋审。他外面也是对不对？在外面不，就上大悲古寺。啊。在外面不，一上大悲古寺也这样。我都上班了，上班这不回来了吗？回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来的，就像什么事都安排好似的。我什么都没想，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等着就跑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嗯，就是许完愿就这样，但不是说哎，就是说许完愿就觉得自己挺那个，就是说觉得自己身体哪都不行了哈。哎呀，你看，像废人一样。我就说佛菩萨，你看我能做什么哈？现在身体好没好的？嗯，比以前好多了。嗯，比以前好多了。以前都不能起来，袜子都不能洗。然后我说佛菩萨，你看我这样，你看我到底能为众生做什么？你就拿去吧，要省那留着也是没用。就许完这个愿，就在这个观音殿许的，上面那个露天观音。许完之后了，一点一点，就是频频附体。俺妈都觉得奇怪，说你上大悲国寺可别附体了，俺妈都苦了，看附体心疼。我说我没有办法，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么。众生都因为你而解脱了吗？倒不是这么，这在哪都哪。因为大家，因为每个众生都得自觉，就我们听经闻法自己觉悟，但是那些众生他自觉不了了。你讲，我都不瞒你说，我有时候在家我还想，哎呀，我这是不是在搞外面邪道啊？有时候我也想。我们就怕大家误会，说这不外面邪道吗？啊啊、我说你看，你说那你说我这是我们搞的吗？我也不知道。是你搞的，是我搞的呀。大家都不理解，说那搞外面邪道是谁搞的呀？这不是大家众生不觉悟搞的吗？多学佛明理了，还用这样的吗？这死去的众生不觉悟。我有时候想，人都说是不是你不正念哈？一天不念佛不正念。我说我也没啊，我说我在家那佛号袜子什么我饭我也不做，什么我也不干，就念佛哈。然后再不就是读经哈，不好用，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一开始人不理解我，后来一点点哈，别人对我都挺理解的，因为他们都尝到了附体的感觉，不尝到这个感觉是不会理解别人的。要想不被众生附体，我们就要别造杀业，知道不？你就造杀业，人家那种来讨债，所以说被附体呢。大家都说这附体可怕，你的心可怕，你造了罪业了，你就得受去受报，说管你啥事啊？他们地附体那人说不正道，那我们没造的业，我们造的业也照样去受报。阎王爷小伙抓你不是附体啊，给你请走了，不给你抓了我能送地狱去，就是我们自己造的罪业。吕波那不是杀你了，是连岗没破案，到现在都没破案。嗯，我都那个什么，我就寻接待处给我就说按哪个房间哪个叫房，我都愿意去，不知道怎么又给俺俩安排一起，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安排一起我就不行了，在床上躺19天。你来躺19天吗？躺19天，好几个冰流呢，就搭三个吊瓶不好用，嗓子都发炎了，然后这两边全肿了，不吃饭不喝水什么也不干，就躺着不行。你来这19天了？19天了。嗯
我先去绕会儿路。是初一之前来的嘛？那么王宏伟，上他帖那不送着我们吗？接着这李波就上他帖。这么长时间，我还没会缓了19天啊！19天，我躺着都不躺乏了，现在。是老醉了，这是。明天他叫我回家，我还得走。你刚缓19天了。19天躺19天。这一缓19天。一天手脚冰凉的。我那个大背是一天。行，现在解脱了，好了，真感谢领长，要不然，领长是佛菩萨，不是都是佛菩萨，我可不是佛菩萨，只要领长能理解就行。我怎么不理解呢？我知道理解，但我又不好意思。众生不理解，我怕别人总说我吧，好像是搞歪门邪道的，其实我还真不是那种人。我知道你那个，你也是出不了自己主。对。对，因为你有缘的就找我，这下噔就来了，不知道咋来的，来了吧就安排这有缘的人，一会儿这个福，一会儿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出完就完了，我感觉没有。他怎么了？你看这下上了那李波多高兴啊，在他腿上。自己心里还明白。我们深刻要知道，这个房子不是我自己的，你这房子有人来住来了，你也来住来了，知道不？那我为什么会难受？就可难受了，人家来上你房里住来了。说你这是舍宅吗？是房子，你这自己的神仙得住，那个众生也来得住，住多了你就完了呗，撵不走了。人家那种来你这里住，你就撵不走了，知道不？你有人家那种，他清清静静自己住，自己都晚上睡觉一个床，一个个自己一个床子多舒服，俩人床挤难受呗，就一模一样，就这么回事。我们要都知道这个房子是假的，不知道这房子了，可也就没事了。都因为这个蒸房子蒸的，你看我们吃动物肉不就吃房子，给人家房子给人吃了，人家没有房子还当成这样了，这是私利的。把神使从身体出去了，房子坏了还房子给人吃了，是猪的房子、鸡的房子、鱼的房子、羊的房子、牛的房子，这什么事儿？跟犀牛房子，让他身体难受，就是房子。给人房子吃了也没房子，我到底是保护你。我都不敢说这事，因为怕大家得忘了说这不登道，这可不行，这事。你看这宗社有时候附体领长，我有时候我说，哎，下回不行找领长吧哈，那宗社还不干，我也不知道怎么，有时还不干，又找领长还不干，怕领长累，又怕领长那个，不干，我吧，哎呀，就差别人误解。不是我们的寺院吧，它不是搞这事的。对。我一看这里面这个因果教育这题材挺好的，我开始让大家来把这录下来教育大家，你看杀人犯的果报，对，是杀动物的果报，让咱哪敢能搞这事儿啊？这事不是扭曲佛法了吗？佛教讲的因果报应，他因果大师提倡的因果教育都跟他相应，相应确实相应，相应了我才敢去，让那些不信佛的人相信因果，玩发菩提心，你不照着就是觉悟呗，对不对？他有的人不理解就诽谤，诽谤是犯不上的，我该啥也不求。就听错了。那你们第一次上这回吧，上他庭去说啥？我现在我这个什么，我嘴巴都肿都歪着呢，我牙都打掉了。我说谁打你？菩萨派的天兵天将下来打我的，打我的，我天天受罪，我身体都皮开肉绽的。我说你下地狱没？没下地狱，没下地狱，搁这上头也受罪，就是这。他业力不是打的，他业力，他业力就是那杀生的那个果报，偷盗那果报的业力，绝对得受果报，绝对果报。那就要说你没有不受报吗？那你那个罪业怎么消？对不对？你说你偷事先偷东西，你进监狱，你判你几年刑徒刑，把这罪消了，一天都不好使，你再出来，这不一模一样吗？这是你们的合法快。连他修行，这到6月初2才整整一年。他这你看，这是四月初，那个是不到四月初一之前就上来了，十个月，要解脱。你看人解脱，你看人家鬼道众生一修行的比咱人修行的多快，你看。人是迷的，要是洗澡，真是迷。他就提前就说，你俩得回来，不回来我就找你去。他就告诉你，得回来，你不回来我就去找你去。人家俺们都在一个疗房呢，人就让他们。人就告诉你们都来给我助念，我说俺们都给你助念，就是人是不同的，就是人迷，
你看，十年以后也就学了，就知道苦乐了。是，现在想劝不好使。我反复的说，人难处方难成啊，正好不修，不修还不行啊，不修还不行。咱们说你外人放下，一定要成佛到极乐世界去。他是想到极乐去，他自己还老担心自己好像有这个杀业，就好像这个罪，就好像在他心里有一种那个什么障碍什么的。我们说您老也能忏悔，就忏掉了。尼泊尔，他那个还没有这个杀人的这个罪业哈，他始终在心里了，还好像还有点放不下。我说你放下，我说临长脸的忏悔，忏悔就是这些个业障怎么去掉了。我说能成佛，我说你们成佛了回来度我们，我说我们这些个人都愚痴，人愚痴，你是你，没事儿。大家可以去念佛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